你看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今日凌晨三点左右，在我市郊区路段发生一起严重车祸，目前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定，我台会继续进行跟踪报道。姑爷现在怎么样？医生说还在昏迷中，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让医院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把我儿子救回来。对了，童总，被撞的那个人赔偿这方面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小姐那边怎么说？童少这次是醉酒驾驶，应该负全责。满足他的所有要求，妥善认罪。